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这台最新的 S 新皇，来看一下它的特性呢比较长一点。它特性呢一共有两个形态哦，起步的话呢是一个哦，什么新茧形态的，起步后呢首个氮气会立刻获得小喷，首次变为新蝶形态后的双形态下释放的氮气均延迟 1.5 秒结束，漂移呢就会终止延迟状态，也就是那个逐星者的那个特性哦，大家应该还记得。新茧形态呢，每秒会自动集气 3.5%， 小喷动力加 9%， 使用6个氮气或道具之后呢，会变成新蝶形态，并立刻获得 135% 的集气哦，一颗又 35% 的气直接送。然后新蝶形态的话呢，是氮气最大数加 7， 氮气动力加 20%， 然后新蝶形态持续15秒之后呢，又会变回茧哦。这是首创蝶会变成茧的不科学赛车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直接把新蝶形态给它抽出来啊。那个上面的那个上面的这个怎么没有对，没有对齐好？怎么这样？好，来了，第一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几抽会抽中这个车。一格而已。第二抽，三抽。第四抽，哦，看一下几抽会抽中永久。第五抽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完蛋，这个进度好像慢到不行哎。十，十一，十二，三，十四，十五。16，哇，都没有格子降下来。17，我感觉是不够啦。18，我觉得应该是超过36。19，再来。20，21，22，23，为什么他这个不会有那个跳过动画可以按呢？24，25，26，27，28，29，30还没有出第九格啊！哇，30才出第九格，那剩6次机会，蓝方才有机会胜利了。31、32、33，蓝方有机会赢吗？34，最后三次，35。看来是没机会啦，那我们欢送蓝蓝帮的草币。36，蓝帮再见。OK。哦呦，没有。欢送37的观众。38，会有吗？我有38。恭喜，钱呢就在这边。好。好，改装呢，建议改一个右中左左。第一个是技术最大速度，小分最大速度，小分动力。第二个是技术动力及速度，小分动力。第三个呢是小分最大速度，小分时间，小分动力。第四个呢是技术最大速度，小分最大速度及速度跟小分动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车的基础双喷是多少？ 248.1， 然后 WCW 呢是 294.2， DWW 哦313，然后看一下。WCWW 317.7， 全部叠满的这个新叠特性
加多少的速度 ？WCWW 的最大速度呢是 324.7 哦，这是这个车的最大速度。那重点是它的特性呢，会是有一个延时氮气的效果。然后看一下它的小喷时间，小喷时间的话 0.68 哦 0.68 0.69 哦，希望我这么久没看了还是看得准。好，接着呢我们来跑一场 CEC。 哦，太香了，起步就送氮气哦，现在台服才有的。哦，氮气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它还是直接轻叠，它是不是直接轻叠的那个？哦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轻叠。香啊，这个车！呜！气好多、哦！等一下！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久没跑了。可是这里的话就没办法加氮气了，真是的。我这个是我上次跑完到现在上线的第一场。太强啦！这个车现在实战有送氮气的这个早鸟优惠啊，想要体验的观众呢也是可以先抽的。接着呢来去跑实战，看一下主播是什么牌，钻石流星舞，走起！就是这样子，偶尔上线，然后来抽一下，然后还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，就觉得很快乐，无私无华的快乐。它会延时氮气，胡子超明显，乱讲。哪有那么明显？懒得刮胡子也会被发现吗？哎，它这个是直接叠，好强哦！还是就不要改回去了吧，就这样子了吧，这样子销量比较好哎。反正现在能跟机甲打的车也没多少台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？哎呀，直接叠形态就好了，不用分两个形态哎。反正观众也没有想要读那么多那个。哇，这个超强哎，32，对不对？机甲也可以跑出这成绩啊，比较快。直接叠就好了，不用分什么双形态了，就直接叠形态就好了。改不改都克，那你跟我一样盘。好了，就刮胡子啦，受不了了。来了，新皇。欸，我现在在看这个新皇的这个外观，怎么看得那么像机甲？是我已经有习惯那个紫色的机甲的那个外观了吗？来了来了，起步送弹，超强！
呼！哎，画面卡了。哦，开赛期第二圈。W，好爷安安，安安啊！蓝色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呦！哦，这样都续得上，太神啦！传输线好像不小心碰到一下，或者是他发疯了，他就会断讯了。那、啊、你们都说这个游戏没有人玩了，啊、为什么现在还是有400多个观众？我感觉好像跟我玩跑跑的时候差不多啊。我感觉我玩啥好像没差，反正大家都见在看我打嘴炮了。女娲起步有时候会有48的气，哇塞！你说那个抽奖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次起步20%，哎、欸，这次起步40%，这样吗？哇塞，起步 CWW 哎、欸，哎呀，好丑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没有那个、喔，哎呀，我以为会有那个哎、欸，1、2、3、4，弹射，哦，这弹射还是很美哦、喔。鲤鱼双杀，撑。哇！反正 YT 看到影片的都是经过剪辑的、啊，他们都是哇，画面突然卡了之后呢，突然哇了一声，然后就会变回正常的在跑的画面，然后中间那一段就没了。等一下来换一下原厂的 Apple 键好了，一定是因为他怕我破纪录啊，怕这个车销量太好，稍微让速度降一点。